嘛，那是到这个位置的嘛。这个也是黑刺哦。啊，黑刺嘛，然后呢，长长这一节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颜色嫩的颜色都还不一样。大概多长时间了？就8月10号左右放大力丸了，到现在啊，一个月时间长这么长？啊，长长一节。长长这一节了，这一整节？啊，这一节从这里。从这里啊？来，颜色的慢慢开始退上去了。哦，从这里了。对呀、啊。一。可能有20-30公分了，20-30公分，这一次哇，这个牙状用大力丸、用大力丸上，可以吧？这棵树放多少粒啊？这棵树放的大概12粒左右吧。十二粒就种了一年了，一年的树，一年的树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芽头，哇，这个叶子你看，出来的比明显，比下面的都大。峰哥，你帮我拿一下，对，明显比下面的大，你看，刚新出来的叶子对比一下，比老叶啊。比老叶你看对比明显大张很多、啊、而且那芽头很壮，很壮，真的很壮，很漂亮。你看那个你看到这个新出来的芽明显比老叶壮，同时埋的也是埋一个月、然后我们看一下枝条哦，也是大概长不到1公分，你大概看一下啊。哇，你看死多少螺啊，你看到没，这个螺厉害、你看啊，这个这里大概有不止30公分哦，40公分，一个月时间长40公分。原来这里是刚好绑住这个位置的吗？绑住这个位置了。这个啊，钉这个桩头啊。钉这桩头，绑这个位置，这里还有绳子的印记啊。然后这一节都是长上去的了。后来换这个顶棍，又换这个棍了。长40公分，你看到这个牙哇，漂亮！你看出的牙没有停过的，没停过。很漂亮。